我们现在已经坐在这个怀柔的山里面，这是一个露营的营地，这个天气真的非常舒服。今天呢是来体验我身后这个全新的北京 BJ30， 这个车目前是一个预售的状态啊。刚才我们一路从这个顺义，然后呢开高速开了过来。其实这台车之前在静态部分也跟大家聊了很多了，它是一个很软萌这种小方盒子，然后整个车内是非常现代化，非常有科技感的，然后整体车内空间也是比较大的。然后此次就是重点来体验它整体驾驶的感觉。我们开过的是一个就是三擎四驱带电机那个版本，但是重点它并不是一个插电混动车型，它是一个 HEV 的车型。整体的动力感觉其实是非常轻快，因为它整体的这个数据参数真的非常非常的炸裂。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车的参数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耳朵听错了，301千瓦，600多牛米的数据，这个我觉得比一般的 3.0T 的发动机数据还要更炸裂。反映到实际的驾驶感受上面，在高速上我们车上有4个大壮汉，整体加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超车呀包括并线整体都是感觉非常轻盈，然后并且操控也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并且这个车因为有电机的加持，所以它整体油耗表现也是非常不错。你想我们从顺义开过来几十公里的路，那个油表才走了一点点，真的只走了一点点，这台车的整体综合续航也超过了1000公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就是带家人出去远行的这么一个 SUV。 而且其实不要把 BJ30 当成一个越野车来看，它提倡的是轻野。轻野的概念其实就是周末带着这个媳妇儿孩子包括朋友可以来到山区，然后呢露个营烧个烤，不会去到那种很极端的工况，它只要能应付一些像我们刚才进来这种沙土路啊，然后这种碎石路啊，有一些小凹坑就可以了。虽然它的越野能力还是 OK 的，毕竟它是 BJ 系列嘛，但其实它并不是让你去做这种极端工况的越野。所以如果大家平时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城市代步、城市通勤，但你又想要一个能有一些越野能力的 SUV， 想周末带着家人朋友出去玩的话，我觉得 BJ30 会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